那另外呢，因为我们姚律师在现场再跟你请教一题哦，就是听众朋友们留言，他讲说呢，对方刚刚从绿卡转成公民，但是呢，他发现老公在跟他结婚之前早就已经跟别人结过婚、离过婚了，但只是隐瞒他哦，让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，他觉得对方是不是来骗婚的，只是为了得到身份哦，那心有不甘，他觉得说，哎，对方在诈骗我的感情之外，是不是想骗我来结婚之后来得到绿卡哦？那他觉得心里很受伤，如果他有这种被诈骗的感觉，他能够处理什么吗？如果对方都已经规划成公民了，是不是他没有办法再去把它 reverse 回来呢？而且隐瞒之前有结婚的这个记录，这 OK 吧？这有违法吗？还是说这个其实对于这个现任的这个婚姻有诈欺的情况，有可能会影响这个婚姻的合法性？可不可以请杨律师帮我们解说一下？可以。所以隐瞒以前有结过婚、离过婚，这不是一个问题。哎。如果他因为他已经离婚了，所以他是单身的这个身份就可以再结婚。如果他以前结了婚，那婚没离掉，那就是大问题了，因为他们新的这些婚姻都不算数的。所以他隐瞒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不是说是犯法的。是是是，所以他这个婚姻绝对是有他足够的合法性。然后他的先生从绿卡已经变成公民了，就算他觉得当初的婚姻是被骗的，他觉得被骗，可是对方在按照情理法里面，按照法律来讲，这个不叫骗嘛，他只是没有讲而已。对，他只是没有讲而已，不是骗，因为他们是有关系的，是有夫妻关系的。哦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想到这个比较恶劣？因为他这个情况是比较感觉没那么糟糕哦。如果我们把他想成比较糟糕的，他是已经在中港台的某一个角落，已经有另外一个老婆，没有完全离成功，只是10年没联络，但是离婚的婚姻还是在当地的国家是有效的。但他在美国又已经得到绿卡，得到公民了。那被现在的这个配偶发现的话，有没有办法去法院撤销说我们现在的婚姻无效啊？有啊有啊，因为他如果第一个婚姻没有离掉的话，那他不能再结婚的。如果他随便再结第二次婚的话，不算数的，是无效的。虽然两方都签字这个申请了结婚证，都不算数的，全部都是无效的。那如果移民局有给绿卡呀，还怎么样？他们通常移民局应该是会查出来的。如果他有其他的婚姻，这个婚姻是无效的。可是如果没查出来的话，那他就可以报给这个移民局，看他们拿到这个资料要怎么做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所以这个如果是无效婚姻的话，诶，这位太太，你心里所受的委屈，也许还可以做点事情哦。但是如果是有效的婚姻的话，事情按照这个杨律师所讲的，其实先生并没有违法哦，他只是没讲而已。好的，谢谢我们杨律师你的解答，感恩，谢谢。不谢。